永隆呢要问阿宝老师哈，伊讲伊伫个早起时呢喷即个雪翠哦，加士酮无够一点钟哦，然后呢个落大雨，安尼有需要个喷一盖药啊无？啊是讲爱讲吼，过几落工？啊，第二个问题是草莓呢，伫即卖热天。容易得到这个碳酸的问题，碳疽病，用这个赛普富泰宁加代克利加辅爵快德宁加这个百克敏，糖油啊达特南加赛洛宁派灭净阿巴丁，这些药啊是不是可以同时两个斗阵来使用？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咱金龟呢进入了有喷加宝利益达安。达灭酚、派灭净、佛尼安、阿垢、阿巴丁、赛灭净、四氯异苯腈、三氟敏、赛唑灭、阿垢、四诺沙、伊沙蛮、百利普芬、必芬宁。主要食糖海呢是有这个黄守瓜、阿垢银分散、北海吼无同时来做防治，算讲食药啊是唔适当吼，到店来。使用东西吼，难要使用。第四是有关这个草莓叶叶芽线虫诶药啊呢，伊去吼诶擦龙尾，爱讲呢爱吼分灭松假毒，爱提这个佛派瑞啊，佛派瑞效果台这刷糖甘好。农药呢为一些瓜果类吼，除了讲回归袂当喷，心理回扣的这个甘蓝以外，赶快来考耐分遐尼啊这推荐用药。这赛灭净的瓜果类是7500倍，啊，西瓜呢却是5000倍。微量元素内底那也无钙，会当用这个螯合钙、亚磷酸钾、海草精、啊，够鱼精、防腐酸钾、龙鳞菌、维生素 B 群、云台素，啊，够植物17种综合氨基酸到底来使用吗？安尼是不是有这种拮抗的作用？问题很多。这个，咱注意好朋友吼，这原来拢是重药的吼，这个出手呢拢真重。那么你讲早起吼，这个喷加士酮无加一点钟落雨，啊落雨落雨的落雨啊，你感觉爱去补喷面吼？这个人两工啊吼，你看那个办事安怎？就是看那个情况吼。那么一般通常就是讲，伊雨情，因为这个南地雨，南地雨效果一定较歹。比如讲，你原地按算一礼拜，无啦，五天要喷一遍。啊，你即马那是这边喷了落雨，差不多一礼拜。啊，因为你这个雨，你无可能讲下晡水过去甲补一盖啦，这个很难做到。啊，落雨，比如讲，啊，你会当加两工啊。哦，本来咱是当五天要喷，你变做3天，把这个时间个缩短安尼，哦。每天一个速递，所以咱也是讲有诶较功夫的雨前雨后，啊，今日喷啊，落雨淋着，啊，淋着就淋着啊，啊，明仔若好天，伊有诶明仔就过咧，啊，若准明仔个歹天，啊，伊就搁加人一工变三，哦，所以因为无得较得爱伊啦，以阮诶做法，阮是无咧对后壁水喷诶，哦，即无必要，吼，即因为尤其你雨前啊，雨前喷哦，其实有雨解小淋着。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咱喷然后浇的时阵，伫叶面上都有一个这个保护作用啊，拄着落雨这样无法度，就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哈。那么第二就是讲这个草莓哈，草莓足够着这个炭疽病啊。那么你用这侪药啊，一次用这么多药，这样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哈。比如讲你已经用赛普富泰宁，赛普富泰宁你搁加这个。个加这种药吼，这个啊代克利这已经足药的吼，这已经很强了，对吧？你要个加这种快德宁是加这个百克敏哦，所以这你也当改分开嘛，比如讲变做两组药啊，那就当时啊，这个男这个吼，啊，因为你这样变做迄个用药会较重啊。当然你即马弱人，你也无啥物物件来讲哦，你讲我转较重嘞，无差啦哦。这种诶，这样不好的，他唔敢去讲哈，就大概有人是这样子去弄的哈，没有错哈。那么至于这个虫药哈，这糖药啊里底达特南，那么已经有一支啊，你搁这个加赛洛宁、派灭净，赛洛宁还是派灭净哈，这两项应该是选一项来加的赛哈。
配一个阿爸丁，这样应该是已经很足了啦，所以啊，你若只要做回来染吼，这个药呢就会量会很大，所以你用的时阵可能迄个浓度你还是要注意者吼，是不是？啊，会有这个药害者这问题，这看起来是温度那些还好啦，这些物件呢其实不太容易药害，虽然是长只济啦吼。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到必要安尼啦吼，真的有没有必要？比如讲像草莓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上重要，应该是避雨啦。这个种伫外口吼，你从这个时阵你种伫外口，那南雨这个大概温度高啊，个南雨基本上应该是无虾米款的这个机会，当然会很严重啊。那么实际上我个人吼，个人呢还是推荐吼这些物件呢。比如讲，你咧用这个啊，咧抓这种炭疽病的时阵吼，即个有呢，那么即个有你一定爱稍注意点吼，就是讲下一寡这个微生物的这个部分啊。比如讲，你利用你的蕈状芽孢菌吼，蕈状芽孢杆菌。那么，因为对于草莓来讲，炭疽病应该是算上严重的一个。以目前大概就是最容易去得的一个，最容易去得到的一个病害，对吧？那么咱伫这个管理上来讲，因为伊伫温度管理的就容易来改这个发生吼啊，所以事实上就是这个母长吼，母长你得爱处理好势吼，这个健康母猪这个所在吼，那么这个一定爱做好了吼，所以尽量是安尼，那是靠这药啊吼，大概呢，尤其你。无长啦，出问题，伊有诶，就伫迄个匍匐茎内底吼，就已经有啊嘛，已经咱简单讲叫蠢蠢欲动啦，就讲啊未有已经用不起来，所以这一定爱相当诶一个注意吼。那么目前来讲吼，目前当然即个辅觉，这是一个即个预防性诶一个投药啦吼。那么代颗粒、补颗粒吼，这种呢，这种这种会当药，预防性诶药啊内底的即个辅觉。辅觉加快得灵吼，还是辅觉拢会使这两行啊，视力愈本钱啊、哦，这种呢，这拢是一个啊，就是预防性的投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百克敏、三佛敏哈、哦，这种呢，这个也是可以的哈、哦，这物件呢，但是也是有效的哈、哦。不过就是讲这两行卖重复去使用哈，卖、哦、重复去用了哈，卖、哦、重复去用哈。哦就是讲，你这边转三佛敏吼，还是讲这个叫呢啊，这边转这种百克敏啊，这样其实因为同一类的用药，这样反而不是特别好了哈、啊。就是讲，这个无同款的药啊，吼，小改啊，小改难过调过安尼吼，这个大概是咱想要去讲的一个道理啦哈、啊。所以，那么有人会给你推荐一支蛮贵的药哈。啊这个物件叫做三佛派瑞哈、哦，这个药啊哈、哦，那么这个药啊呢，好像很多人哈、哦，很多人呢，这个一直跟你讲，这种呢啊，这个外好用啦哈、哦，是安怎哈、哦？那么其实它就是那个佛派瑞嘛哈、哦，这个物件哈，那就是佛派瑞。那么佛派瑞哈、哦，佛派瑞呢，过来就是讲，它其实这个佛派瑞这个药啊很特别嘛，按照工艺很特别，特别所在就是讲。原地提来咧做这个药吼，就是原来伊是做这个啊，这种抗病吼，要做这种病害的这个药啊来用啦吼。就是咱要做这种杀菌剂吼，伊研究的时阵是研究这个杀菌剂啊。那么但是呢，伊买啊吼，买啊呢变做的是，好像拿来杀线虫，啊，这个好像也对它有效。所以呢，伊变作是抗农作物的一个真菌的一个病，但是伊嘛有这个抗线虫的这种哈，这个变作有一个杀线虫，所以变作有相方面的这个效果。啊，这个药啊当然不便宜嘛，所以伊把这个三佛敏搁加加落，伊这个杀真菌的效果较好，所以作者伫草莓内底也推荐利用三佛派瑞啊。啊，三佛派瑞当然，伊这个对这个线虫哦，这但是目前个看起来就是土壤线虫，好像是比较有些人是存疑啊，就讲可以用啊，但是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啊、哦、啊，啊，最主要伊无啥物毒啦，并讲因为这个溶血量拢足，那个
那个容许量哦，这个残留量哦，这个啊，这种像迄个生菜沙拉哦，生菜沙拉这个佛派瑞的这个残留量哦，那么都到15个 ppm 哦，在欧洲啦哦，因为这个。你那规范拢足管的哦，非常非常的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毒性哦，所以啊，所以作者种草莓会去拄到这种草莓有一个这个，咱咧讲叶芽线虫也去危害到伊的迄个嫩芽。那么甚至呢，伊伫这个去食伊的新叶啦、花苞啦，这真济产生到这个畸形，影响到这个开花结果。那么这种线虫，伊是两个幼虫伫这个土壤内底，爱经过着这个种苗组茎来解这个传染吼。所以咱伫啊咧做栽的时阵，这个药啊得甲处理哦好势。所以你咧做栽的时阵啊，这药啊呢处理较重的，较骨力的，袂使讲较重的吼。那么伊后摆就较无这种的这个叶芽线虫的这个问题啦。所以基本上是。这款的一个做法哈、哦，那么有的人讲去改这个种一挂什么孔雀草啦，什么款哈、哦，那么这个呢大概都有一些这个不同款的这种药哈、哦。那么目前看起来好像啊、效果也没特别好哈、哦，但是孔雀草这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哈、哦。啊，有的人讲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好，不要紧啦吼，一行有一行啊好个，迄有一挂好个，那么效果就可以了哈、哦。所以这个物件是安尼哈，所以伫这方面来讲哈、哦，最后你小做者了解到哈，比如讲你草莓这药啊呢啊要混在一起喷哦，当然是没有，但是我的建议是稍微要轮啊。小块甲拆开一下，可能会较好啦吼、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草莓叶芽线虫，你去买吼、哦，这分蜜松是草莓叶芽线虫的推荐用药啦吼、哦。这个很毒，你做栽的时阵，伊若跌倒吼，不要紧啦。这个较歹味就较歹味，啊，先改白药倒吼，这确实是有效。啊，后边咱咧转这个炭疽病的时阵。你也当转三佛派瑞啊，三佛派瑞呢有这个炭疽病啊，有一挂这个啊，一个当这个处理这个草莓叶芽线虫啊，迄个时阵呢，当然不好的无意见啦，所以这种的是安尼啊，到效果好不好吼、哦？这伫大陆的这个伫台湾我无仔细去观察过啦吼、哦，但是伫大陆种草莓的时阵发现呢。这个因国外回馈是破破啊，就是效果还可以啦吼。哦但是你讲去高位对起，好像也没那么，只是讲啊，这个换新，看袂红换金哈，这个药不便宜哈、啊，新药啊拢无可能是俗的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农药哈，是啊，你也讲会写瓜果类啊，除腐瓜不能喷哈，啊，因为伊这个物件是安尼啦哈，因为你瓜啊哈，你讲以瓜啊来讲回归哈。啊，这个刺瓜啊是这个腐瓜，刺瓜啊是这种圆龙式的，因为回归达刚慢哈。所以，即个瓜啊，所有种瓜啊，内底，逐工慢的甲回归呢，回归是逐工你爱慢，啊，所以伊的用药绝对是伊的一个管制较严吼。所以瓜啊，即个葫芦科内底，伊瓜啊大多数的瓜啊是一堆啦，哦，啊，剩呢，即个回归伊会改除外，即个原理是安尼，因为伊逐工爱慢，他每天要采。那天就比如你有了解啊，但是回归甲刺瓜啊，照讲刺瓜啊是爱。啊，刺瓜啊，无可能逐工办，然后伊可能都爱藏伫即个啊。但是刺瓜啊，伊真济即马就是咧种法含回归共款，所以就改归类伫即个回归内底啊。所以你讲为虾米去分即个推荐用药？这个呢是一贯的一个差别啦哈、哦。那么搁一个就是讲即、這个像十字花科即、這个各类菜啊，各类菜为虾米搁除外啊？这個、原因是因为各类菜咱食较济啊。哦，即咱咧定迄、那个啊，即种推荐用药的时阵吼，也、啊、是讲咧定即、这个啊，即种安全采收吼，即种有当时啊一挂药啊咧推荐的时阵呢，那么因为伊迄个形态有一点点啊无啥共款吼，比如讲伊即个啊，咱食用量足大的，所以咧对即种食用量足大的即个菜，就是讲咱食即种菜食足济。那么，这个对伊的控制，伊的对伊的管制会较严格吼，所以你要推荐伫这方面的时阵呢，啊，会特别在有一点点的，它另外较严格小寡呢啦吼。那么这个呢，大概是这款的这个情形。
那么都是阿你讲到吼，讲像一个这个无同款的，一个这个药啊吼，比如讲伊。啊！伊当初去登记的时阵，吼，比如讲伊推荐，吼，伊去登记的时阵呢，那么有可能，有可能会像你讲的这种情形啦。什么情形呢？就是讲，伊这个伊去登记推荐几倍几倍，但是有当时啊，迄个倍数是含伊的这个啊药啊的一个这个形态有关系啦，吼。比如讲，伫咱这个药啊内底，吼，伊的迄个形态，吼，伊。伊无同款的一个这个吼，就是不一样的吼，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有呢啊，会有一些是讲像咱西瓜，那么西瓜和一般的瓜啊又不太一样吼，所以呢，因的一个这个推荐吼，还有就是它使用的伊容许利用的这个倍数呢啊，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吼，比如讲西瓜咱也无咧食，咱也无食迄个倍啊，所以呢。啊，这个西瓜有时啊，吼，伊食的量吼，含这个一般的蔬菜，这个食的量又个无同款，吼，水果嘛，伊当作水果食，吼，所以你发现讲西瓜伊的这个推荐，甲着有呢，它是分开的，吼，含西瓜甲洋香瓜甲黄金这种呢，是该归在这个瓜啊类内底，伊个归伫同一个这个所在啦，吼，所以呢。它会有不太一样啊，所以这种东西咱啊，伫这个用药管理哈，政府咧管理这个农药的时阵啦哈，那么一个足重要的一个重点哈，什么重点呢哈？就是讲你刚食啊，食的量较侪啊，这种伊通常伊推荐咧用的时阵，大概就会啊会要求高一点，所以有可能哈，就像你讲的讲，这7500倍哈，咱看到的时阵，吼，白白一个这个啊，这个晒麦精嘛，吼，这个晒麦精，吼，晒麦精这支药啊，吼，那么白白这支药啊，阿姨推荐的这个药都无啥同款，吼，就是讲，伫这个药内底呢，可能伊的要求呢，料啊较悬小寡，那么就是，因为咱食瓜啊类啊，即个菜瓜啦、卜啊啦、苦瓜啦，吼，这种呢。即个食的量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啊，伊咧用的时阵呢，就会啊，即个我个人的即个推断是安尼啦，所以啊，他以这种因为你西瓜无做菜食吼，话讲我西瓜食比啊食比金瓜较侪吼，啊，但这嘛别三咧讲哈，因为你去伊迄个有呢，就登记啦，各方面吼，即种有这种无同款的即个有哈。那么这些包括一些剂型啦，不同款，哎，剂型不同款哦。那么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浓度上的这种，比如讲你讲的这个塞麦净可丝性粉剂，对吧？啊，你那是容易一点无啊，因为可丝性粉剂呢，伊是70%。那么西瓜迄个我看买啊者哦，西瓜迄是不是完了75%？因为啊，有当时啊，无同款的这剂型，伊所稀释的这类药，当然呢就不一样了吼。这种呢，因为啊，这类确实是有这种无同款的这所在塞麦净啊，所以其实这种农药的这类管制吼，它其实是。啊，非常的这个科学哈，非常的这个科学啊，所以啊，这样不好被跟你讲的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对啊，你四千倍是这个拜灭净水分散性利剂，那么西瓜这个是晒无晒灭净，不是拜灭净啊，晒灭净我看没啊姐哈。那么有晒灭净。这个剂型吼，咱这一直强调的是讲迄个剂型吼，剂型，迄个伊是虾米款的吼，比如讲伊是水的，伊是粉的，伊迄浓度，那么这个浓度的这个差异吼，那么这个的有真大的这差别啦吼，所以这你要稍了解一下吼，所以有时啊伊咧登记的时阵，比如讲这个药啊，这个伊登记的药呢啊，这个分剂爱去登记的这个。这个有来对吼，那么正常吼，正常伊伫啊来对吼，并讲伊
你一般的国家来的，哎，他推荐是7500倍哈，赶快是塞灭净可湿性粉剂7500倍，啊，但是西龟哈，西龟呢的这个用的这个5000倍哈。那么可以用浓一点，可能伊较不容易要害个一个，就是讲伊个较高倍吼，像溶许的这个量，所以这有当时也是一个实验的一种这个结果，这有一点啊无啥共款啊。我可能只能了解到这里啊。那第三个问题是这个金龟啊，金龟咧种的时阵哦，这真济啊，真济药啊。那么这种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并讲你同一堆的这药啊，你得卖过去干染嘛，就是不要去全部去混在一起，对吧？一剂剂药啊，你讲这个啊，卖讲啥吼，一剂达美芬，咱先把迄个药定出来哈。达美芬、赛唑灭、三佛敏吼，这三行这已经是啊，会当贴做一组啦吼。这种因为这拢是这个炭疽病啊，是讲疫病的这个药啊吼。是讲落菌的药啊，你家分开，对不？咱常常真济药啊，一支药啊会当即个两种，会当治两种啊，唔是讲干那哎，干那一支药啊，并讲一支即个三佛敏哦，伊可能炭酸冒效、落菌加即个药病冒效。那么你咧转的时阵，你就看讲诶，即个啊，并讲我即马是泡啊，吼，啥物叫泡啊？就是讲。做一个预防，可能即马也毋是炭酸足严重诶，无足严重诶，啊冒一点仔落菌，啊平均利用这转，啊你若是炭酸较严重，炭疽病较严重，对吧？炭酸较严重，你可能得当用白克敏，哦，所以你这方面啊，若疫病较严重，你得用阿美芬，还是讲即个赛唑灭，哦，疫病较严重，啊你得用即、這个。你大概用安尼改做者，即调整，即尽量是卖南只侪机油啊，即伤侪安尼几机啊呢，对不？啊，所以小轮一下，当然你若要同时混合啦吼，那么应该是以我个人的一个即个见解吼，即个几项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种油啊吼，真的没有必要。那么这个够必要安尼去染啦。那么你的目的是啥物啊？你讲这个黄手瓜一支啊，这个银叶粉丝一支创啥哈？那么银叶粉丝加黄手瓜一支百利普芬，那赛灭净这种呢，是讲这个药哈，这小轮一个对吧？你够有这个赤诺沙哈，啊，这个药这稍微轮一下，真的没有必要哈，这个。大概安尼转吼，转到高尾啊，有啦，你也感觉讲好像还不错，效果还不错。啊，效果未歹啊，但是到尾啊，落地啊，空空啊。咱上惊的就是安尼啊，效果未歹，落地啊，空空啊，因为算算的拢肾胃拢有点要起啊，吼，这个没有必要啊。所以你这可能用药的这个方面呢，爱小的还是要稍微分配一下啦，吼，比如说小分配一下。我即马呢啊，做预防，我预防的时阵，我大概用什么药啊，对吧？哦，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投药哈，这个物件我大概是啥物药啊？我小用者安尼就好啊。首先预防，几啊项拢有效啊。啊，我几啊支都唔免全部拢加染未，唔免讲啥物落菌一支、炭酸一支，啊，即、這个药病一支啊，即、這个啥物缩头的吼，啊，得四支啊，啊，四支内底佫爱有预防甲治疗，安尼你唔是怎啊分离吼？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吼是没有必要这样子。不必要是安尼哈。那么这个草莓，这个叶芽线虫，大概天气热的时候哈，这个物件呢，就是讲伊大概七八月这个时阵哈，会蛮严重的啦。这个物件会比较严重些寡哈。那么所以呢，这个会当这个还是要认真哈，认真呢去管理嘛哈。所以呢，上粗俗的哈，当然。就是讲，迄个分泌松哈，这个药啊算上粗俗的啊，啊粗俗脑好有什么不可以的哈、啊？那么这仔啊呢，该浸浸的，该迄个有仔啊时阵，没生又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的哈、啊，没有关系哈、啊。那么在这个当然这唔早推荐无，我草莓心就推荐无，阿波啊唔知影哈，但是在十字花科内底又用一支这个柏树酚呐哈。啊那么这支呢，这嘛是有人提来抓这个草莓哈啊，但是呢，我没有印象他有推荐哈，草莓也没有那么多推荐用药。
所以呢，这要小心啊、哦。但是就是讲，伫灾害时阵，那么这个分泌松啊、哦，这个大概呢是一个啊、其实是一个很标准啊、哦，而且它就是推荐用药，所以你灾害的用稍微毒一点没有关系的，因为遐不是一直残留伫那管顶啊、哦，所以伊袂讲。美工拢，就一直在那边，对吧？那高兰开始草莓被办的时阵，一种天气凉啊，因为今嘛来九月以后的慢慢九月十月，这个草莓这种叶芽线虫就会越来越好的了，就不会呢那么的严重。夏天的时候比较严重啊，这种是安尼哈，所以这里小怎样解哈，大概。我个人还是觉得不一定要用到这个氟派瑞啊，氟派瑞很安全没有错啊，但是呢，你这个时阵啊，你这个时阵呢，讲究的是效果，不是安全。我讲不啊，你讲安尼讲误导，因为草莓你当时它会当慢，十一月、十二月要靠草莓当价嘞，又搁偌久的代志啊，对吧？啊，所以这个没有关系啦啊。啊、但是你买期那是个有吼，比如讲最后一两次啊，你这个用这个氟派瑞，还是有人会推荐你用三氟派瑞啊，这个药啊抓两行嘛哈、啊，其实也是可以的啦哈、啊。那么这物件，但是第一时阵应该是无虾米这个药啊，就是有人会用氟派瑞来抓这个灰霉，我倒是觉得效果还不错啊，这灰霉病的这个预防治疗，无介严重的时阵啊，这个呢。得当安尼来用哦，这大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好、哦，就是这个微量元素里面没有钙，哈、哦，微量元素没有钙啊、哦。咱氮磷钾是大量元素啊、哦，这个钙镁硫是中量元素啊，剩、哦、的一种诶，这个铜、锰、锌、铁、钼，这个啊，这种有呢，这种它叫做铜、锰、锌、铁、钼，这些物件呢。你的叫做微量元素，所以微量元素里面没有钙，这个正确的。但是微量来钙讲，那是微量，因为中量，那主要这量就蛮大的。啊，你讲会当微量元素，啊，你也当混合这个螯合钙，这个可以哈、哦。那么亚磷酸钾，你哪这物件被螯合的，被做会用的时阵哈、哦，那么亚磷酸钾你爱先用哈、哦，就是先把它溶开这物件来。会也电荷的这些关系那么海藻精、鱼精啊，这些物件，然后黄腐酸、溶磷菌哦，溶磷菌，维他命 B、云台素哈、哦，这些综合氨基酸哈、哦，这种呢会拮抗吗？应该不会啦，这物件无虾米效力啊。但是你男男的可能加纯用惯的呢，好、哦，因为这溶磷菌哈。哦抓后面就没有什么价值啦，所以你除非你要灌头，我那灌这都有够应用啊！吼，这种物件海藻精、鱼精，哦，这个维生素 B、B 群哦，然后落雨的时阵，金较足还是什么兼咧用吼，那无啊，云台素，这个物件我唔知你的，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啦？吼，因为这个云台素目前来讲吼，叫做比亚云台素内酯。那么这种的这个物件，伊是一个啊，就是提高对这个逆境的这个抵抗。目前怎样呢？啊，云台素哈、哦，这些物件啊，有一点点的这个低温哈、哦，特别是低温的哈、哦，低温呢是所在的用的时阵呢，应该还不错啊、哦，云台素啊、哦、啊，但是。真济吼，真济，因为云台素人工要合成没那么容易吼，啊，所以有当时爱做出来奇奇怪怪吼，还唔知虾米物件吼，所以，但是伊冇即个的公家的吹大虾米，但事实上伊真正即云台素呢，对即个低温呐吼，低温咱有一个即个啊木紫花木素的即个提取物吼，其实紫花木素的提取物内底伊都天然，以及种咧制作即个过程内底有天然的即个云台素啦吼。其实就是伊为虾米也当吊车也这个吼，这个目的是安尼吼，所以这个大概呢，这个可以啊。这个最近问题没有特别多，咱也当找一下时间，反正明天啦吼，不啊
啊，咱个该讲一寡吼，就是一个主题性的这物件，这宝妹那些看妈妈仔那不提醒我一下哈、嗯啊。就是咱来讲一寡这个生物刺激剂啦，哈、哦，就是讲小了解一下安尼吼。咱电台到底是咧变啥网，是咧卖啥物物件？不啊，你是一堆那山嘞，你到底是要叫阮安怎去了解？哈、哦，其实啊，不啊，你找这些产品的时阵，都有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观念哈。哦那么，咱一定爱知影，咱要解决什么物件，咱用什么物件啊？做些物件拢真好啊！你啊，有诶讲啊，得个用一点个用，那没有错啦。啊，但是咱用个个只买啊，咱爱有这个技术上的提升，吼、哦，这点呢，你爱小知影者哈。那么这个呢，你内底你要用的这些物件，吼、哦，比如讲你这防腐酸钾，吼、哦，防腐酸钾这些物件，不是所有的防腐酸钾都可以哈、哦，都可以喷叶面的哈。哦那么，因为这种防腐酸吼，这得手哦，得手呢，那么不见得能够这个有啊。但是有的拢这个有拢甲男做伙啊，哈。那么这种物件哈，就反正呢，这个可以的哈。这但是喷叶面大概就要很小心，因为我都喷叶面的时阵呢，那么这个不太是这样的一个。爱真真有啦齁能够去喷叶面的这个防腐酸不多啦齁所以啊咱有一个会当去喷叶面的一个喔、哦、就是它的特色齁、哦、啊有的人说啊这个防腐酸喷叶面要创啥齁其实也是让它、啊、这个细胞的这个稳定齁、哦、这个增进细胞质的这个通透性啊最主要齁养分会当进的入去这个作物内底齁能够去带动它啦那么这种是一个短判链的一个这物件吼，所以这个有类似这个植物荷尔蒙的一个效果，所以即卖呢嘛改放伫这个生物刺激剂内底吼，这个防腐酸啊。那么叶面要吸收的要比较很短判链的才有办法，你长判链的这种物件呢是没有办法的，这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要稍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这物件你那是要用，好比如讲防腐酸，还是讲这个溶磷菌，那么上好呢，安怎你罐头啊？罐头你也当配合这个海草精加的维他命 B 啊，差不多了啦。那亚磷酸你也当留咧喷下面，啊钙呢你也当一种物件啊。那鱼精我唔知道你咧是不是当有些鱼精叶面也不太容易吸收，比如讲足高的足厚的一种吼，也有当时啊，也大分子叶面都不一定容易吸收。我们大概是按那个分啊，啊，这我你需要做姐姐了解哈，这个啊非常认真的一位听友，带你朦胧什么不啊不啊懵得去啊，这个落落等哈，不要紧哈，这你南疆麻烦不啊等疆，所以咱给你回答到家，随时有问题啊，就一个或很多个都没有关系啊。